你呢，开公司啊，参与竞标的事儿呢，我们是说过不同意，但是你也不能背着桂香，在我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把这事儿做了，你让我多被动啊！妈，这事儿您听我跟您解释。你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跟你说，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妈已经申请退出工作组了。张桂香，张桂香，你听我解释啊！哎呀，你说你，瞧你这事儿办的。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把话说完，您再批评我成吗？这事儿他真不怪我，这公司他也不是我自己的。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不是，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都把我给说糊涂了。行行，你先别糊涂，我先帮您捋捋啊。这事儿啊，它其实是这样的。晶晶，一会儿你小姨还有姥姥准备了一份心意，咱们赶紧回家赶下一场。哎，今天你是收心，你就别收拾了，放下让我来啊。哎呀，你啰嗦死了，一起收拾吧。一会儿回去还要一起吃蛋糕呢。是干嘛呀？没什么，没什么。来，给我。哎，谢谢你啊，你给我准备这么好的生日聚会。这个孩子，其实心里早就已经接受你了，可是嘴上就是不肯喊你义父。现在我已经很满意了，媳妇儿，谢谢你，不管什么时候都想到让晶晶接受我。我们是一家人呢，我不想总看着晶晶跟你较劲，更不想你总是受委屈。行了，你呢？先休息会儿，我来收拾。我赶紧把它收拾完啊，我们回家吃蛋糕。媳妇儿，媳妇儿，你开开门。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你可千万别生气啊！你气坏了身子，咱们儿子怎么办呢？你滚，骗子！媳妇儿，我没骗你，你没让我开公司，那我就不开公司。那公司我只是挂名而已，这话我已经跟妈解释了。明天妈就跟领导去解释这个事儿，媳妇儿，你真冤枉我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想听，你走吧。行行，那我不解释了，那我坐在进去睡觉吧。你爱去哪儿睡去哪儿睡。打了吗？嗯。今天许个愿。那我能把愿望说出来吗？说出来不就不准了吗？那臭小子，规矩是你定的。心诚则灵，没什么不准的。你生姥姥平时在家里给菩萨许愿的时候啊，就喜欢念叨出来。那我有点贪心，我有三个愿望希望菩萨能够帮我实现的。三个都说出来。好。第一个，我希望姥姥身体可以永远健康，长命百岁。谢谢。你看你过生日给我许什么愿啊？嗯，第二个愿望，我希望我的家可以幸福平安，永远不会再遭遇任何苦难。第三个愿望，也是我一直想说但没有说出口的。我希望我亲爱的小姨可以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跟她爱的人带着即将出生的宝宝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好。好。嗯，这愿望挺好的。晶晶，谢谢你。吹蜡烛吧。我们一起吹蜡烛吧。小姨，我们一起去蜡烛，去蜡烛。三、二、一。
吃蛋糕吧。哎，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小姨，我是真的希望你跟宝宝可以幸福。之前有好多事儿我做的不好，说实话，以后会不会犯错我也不知道。但是就算我惹你跟姥姥生气了，但是你们俩一直都是我最重要的人。你们俩的开心和幸福，永远都是我最在乎的事。报个到吗？静静，别骑自行车了，一会儿我送你啊。不用，我跟张张我俩一起走，晚自习再一起回来，骑自行车就好了。上了重点高中觉悟就是高啊，静静我支持你，但是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知道了啊。哎，我小姨呢？你小姨昨天晚上睡得晚，还没起来呢，没事，等你去吧啊。路上当心点啊。我再跟你们说一遍，谁要抱着吃闲饭的心理跟我这儿混吃等死，我就让你们死个脆生。我知道你们这里有通过关系进来的，如果谁要是不给我好好干活，耽误我的事儿，照样让你们给我滚蛋，干活去。孩子，过来。我让你给秦晶晶带的话，怎么没动静？老板，那话我原原本本的都带到了，他也没说来不来。老大，我让你留下来不是跟我耗的，我让你把晶晶给我劝回来，劝回来，这事还让我吩咐你啊？跟我混混个屁啊你！老，我不是没想到，我是见不到。李志正他跟我说，如果他见着我在他们家附近转悠，他就打我。打你就怕了，你怂包。老板，你看谁来了。嗯，真是老天爷开眼。这看得出来呀，这两口子是真心想抱养一个孩子，也是人家一份心意嘛。妈，嗯，你还跟赵姐说一声，心意咱领了，往后这东西别再送了。是。妈回来了。哎，回来了啊。这又是那大姐送的。啊。哎呀，这两口子真是实在啊，真是把白洁当妹妹，礼尚往来。回头咱们也去看看他们。嗯。你得想好了，你找个时间得跟李春生把这事说一下。虽说事先嘛，我给他打过预防针，可是这你得让他知道真相，早做打算。哦，静静，所以说你想用这个方法帮助春生大哥？嗯。可这件事儿也太大了，新生军训你都赶不去，到时候开学上课了怎么办？开学以后咱们就隔一天来一次，就说咱们俩上辅导班，反正他也是你姐夫，这事儿肯定帮你包着。哎，可是这件事儿要是露馅了，那我得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是我小姨改变计划的话，我立刻就辞了，或者等李春生自己发现，让他自己去阻止。晶晶，我就佩服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帮助你。那好，从今天开始咱们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等破坏我小姨的计划，我好好谢谢你。
这都是应该的嘛。为了保住我师父的孩子，我义不容辞，绝不后退。够意思，走。这一中就是一中啊，作息时间都那么拔尖，刚开学就晚自习，时间够紧张的啊。不学习，我们军训期间就拔个，文化课的没人听得进去。我先走了，张亮还等着我呢啊。那你没吃两口，留在学校顶不住啊。保持一个唱。顶得住，诺，小心点啊！学校安排的什么事儿啊，都当圣旨一样执行。学校好啊。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你停下来干嘛？哎，你看，你看，晨晨大哥在那路口站着呢。哎，你给干干净，我妆卸干净了吗？还可以，还可以。有没有点酒味？行行行，没事没事。哎，大哥。这掐的时间还挺准，骑得挺快啊！哎，站这干嘛？烦不烦？接你啊！这晚自习太晚了，要不是因为张昭，我直接去学校接你了。张昭，行不行？护不护得住晶晶？护得住，当然护得住。我先回家了啊！你看你这胆子，慢点儿，没事，慢点骑。真啰嗦。家里人一天没见你了，只能比我更啰嗦。上来吧。老板，今天晚上的营业额翻了10倍，尤其是烟酒还有花篮的收入。吃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啊。嗯，我就知道你回来啊，肯定会肚子饿。幸亏咱们家宵夜都是现成的。那以后每天晚上都给我准备点宵夜吧，不然饿得受不了。没问题啊。怎么了？哎，我直接跟你说吧，我今天听到了个故事，特别惨。说是有个人还没见到自己刚出生的小孩一眼，那孩子就被送走了，你觉得呢？你这故事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呢？要么你这不是故事，要么你就是一个重大案件。谁不担心自己孩子被送走啊？这要爹妈豁出命都要把孩子给找回来。其实
那天我本看到你们吃，我也饿了。都有都有，我给你盛。我吃饱了。晶晶，不管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会站在小姨这一面，对吗？小姨来了，你的红豆粥加咸菜。晶晶，再来一碗。啊，不不不，我吃饱了，你们吃吧，我回去写作业了。你多吃点啊。嗯，没有。看见没有，晶晶现在可以跟我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聊天、讲故事，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还让我要做宵夜，我终于有一点升级的感觉。什么升级的感觉？从姨父升级到爸爸呀。你还别说啊，感觉还真挺幸福的。快吃。哎，晶晶，你看这样行吗？为了去唱歌，还得把自己装成什么自闭症。哎，到时候家里也不好说，是吧？再说咱们好不容易换了新的环境，我还得装的不合群吧？那到时候你不去唱歌了怎么办？大家不得以为你心里有问题呢？我哪管得了那么多？我现在觉得自己的任务特别艰巨。我必须要保住小姨的孩子。小姨找了那么多借口，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生活所迫。我最起码我也得把自费上学的钱给赚回来。至于其他的，那都是善意的谎言。我本来也就不合群，随便别人怎么说吧。嗯，要不我也学华子当一个保安。这样你挣钱也快点。你啊，他那个保安顶多就是个穿着制服的流氓。你气质太正，不合适。你真觉得我这么正义吗？我不是觉得你正义，我是怕你给我惹事儿。我其实现在唯一讨厌的事情，就是你姐夫把秦腔里好多原来的客户都弄过去了。我最讨厌他们这种事。这事儿交给保镖我，保证完成任务。你别给我惹事儿都不错了。不能。我替你这个了啊。嗯。那两桌啊，我来买单，你把那酒送到这儿。
我还以为是青青臭美拿了你的口红呢。哎呦，那也不是你的，他也没有。你看，我今天早点去接他。怎么了这是？你看，青青的衣服。妈看到晶晶衬衣上有口红印儿，妈以为晶晶用我的口红，但不是，所以妈有点担心。嗯。嗨，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晶晶他们学校新春军训又要文艺演出，晶晶多才多艺，肯定要多准备这个节目了。哦，那你是说这演出化妆蹭上的？嗯。哦，你要这么说还可以理解啊。晶晶现在都能主动参加学校的演出了，这不可能啊。怎么不可能呢？晶晶是多才多艺，但她跟我姐一样，都是属于关键时刻掉链子，所以这件事我不太相信，还等晶晶回来再问问吧。行吧，那我就接她去了。嗯。冲动啊，就那几个人我都不理他们，就那几分钟的事儿，你至于吗？你别怕，我护着你。行了，你别护着不护着的，你哎，你先给我看看，我这脸上妆卸干净了吗？差不多了，差不多。要不咱们再找一个亮点的地方看看。啊，哟，我这衣服没化。是张昭和晶晶吗？哎，你把这赶快拉上。你马神经病干嘛呢？那个晶晶问我今天上课的重点呢。啊，赶紧回去吧。啊啊，拜拜。坐好了啊。啊。哎，哥哥们，这怎么说了就走啊？这个是没有喝好吗？我让喜子把压下点那窖藏给你们拿来。被老板误会了，不是酒的问题，是你这里不通风。没阳光，压抑。晶晶，进。我打扰你一下，问你一个问题。嗯，问吧，赶紧问，我还要写作业呢。最近学校演出多吗？多，特别多。行，我相信你。做完作业赶紧睡啊。之前呢，他跟小蜜在一块儿呢。同学，
现在是午休时间，你们能不能安静一点？再说了，在别人背后嚼舌头，随意捏造事实，好像不太好吧？我们说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不要神经病啊！看到任何一个跟钱箱里有关的人，还有事儿，我就立马辞职。别生气啊，有话好好说。这样，去办公室讲，好吗？走吧。老师啊，我有把握把咱们家的孩子找回来，问清楚情况。要是因为你的坚持没有报警，学生在这期间万一发生意外的话，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吗？出这样的状况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能负责。你这个家长，未免也太……报告，进来。春春大哥，别人不知道。你肯定知道晶晶伪造假条去哪儿了。这件事儿不是晶晶的错，我不想知道谁的错，你就告诉我人在哪儿。他在。李树国，那些话呢，你记着就好。第一，我在跟你开玩笑。捡不到钱，那我就得要命，对吧？是的，龙哥，忘记什么我都不会忘记。龙哥您的教诲，你放心，我绝对会记在心里，不会忘。那小子看上去挺精明，实际呢，就是一傻子。有钱就是妈，弄的不是什么难事儿。你别小看了他，能连自己家亲兄弟都能出卖的人，做出什么事情都会出乎你的意料。咱们还是要小心驶得万年船。反正我呢。也就是个有今天没明天的主，他要是敢跟我耍什么花样的话，大不了一起死呗。龙哥，你别忘了我们合作的原则，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争好位置，要不然我随时终止合作。知道了，知道了，你紧张啥呀？我还惜命呢。贾信用，贾信用。
晶晶今天放学是不是晚了？你春生是不是迎她去了？妈，春生每天都去迎晶晶。别担心了，不会有事儿的。不瞒你说呀，只要晶晶这情绪啊稳当一段时间，我这心里我就不踏实。因为这孩子这个脾气啊，说风就是雨，你摸摸他头绪。我一想，这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他再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再犯了他什么忌讳，你说这可麻烦了。我就怕他什么呢？背着家里惹出什么祸来呢？妈，晶晶不是糊涂孩子，之前呢是因为心里头不痛快，现在心结都解开了，我们得相信他。嗯，你说的有道理。唉，相信他，再等等。嗯，等等，我是给吓怕了。哎，大哥，我和晶晶骗你是不对，但这件事儿真的不怪晶晶。不怪晶晶，怪谁？那就怪你。这件事情我回头给你算账。骑上你的自行车回家。我也去。进去什么进去？郑昭，我以为你老实巴交的，我让你看着晶晶肯定万无一失，你就这么把我看着人呢？知道这什么地方吗？你要不知道回去问你姐夫去。大哥，快去。哎，大哥。回家。谁在管？谁在拦着我带孩子回家？我弄死谁！走。别拉我，我又没坐着吗？闭嘴！站着。李春生，这事儿我可以跟你解释。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纵容一个未成年少女为你有偿演出？你知道晶晶多大吗？你知道晶晶还在上学吗？你就让她在这儿给台下这些脑满肠肥的人演出？你是不是疯了？魏志国，我看在婶子和张桂香的面子，我今天不跟你动手，这笔账我迟早跟你算。咱们李春生，咱们讲讲道理好不好？他是自愿的，我没逼他来，我出钱他出力，而且我们有合同，而且我们这又怎么了？我这是高端娱乐场所，来这儿的不是大款就是老板，没一个素质低的。一会儿你自己把你那狗屁合同给我撕了。有钱就素质高是吗？在你眼里有钱就可以让一个未成年的姑娘为你有偿演出，为你赚钱是吗？魏志国，我想给你留条后路，你不要逼我们兄弟俩为这件事情结下梁子。谁呀你？我怎么不知道今天的演出这小妞还能出台？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要不然我马上送你去派出所。妈的，敢跟我吵吵，你信不信我生气？再说一句，再说一句，再说一句。啊！哎，李春生，这他是谁呀？一会儿啊，把他带过来，我们一起去公安局报案。老子非要告他骚扰未成年少女。魏志国，你给我等着，这笔账我慢慢给你算。他妈打我场子上。
来，让他走，来了，让他走。李春生，你他妈给我记着！这他妈的哪来的砸场子？扫我的兴！魏老板，你一定好好收拾他。我看他就是皮痒痒。走，我们走。哥真不怪晶晶，不用给他解释，你给他解释什么？我又没做坏事，我只不过是想赚钱。你想赚钱？你才多大跑这儿来赚钱？还逃课赚钱？你忘了你当初为什么考一中吗？要怎么进去的一中？现在好不容易进去了，就这么对待来之不易的机会？你看看你穿的什么衣服，你自己看看，你对得起一家人吗？你对得起在城里看着你的妈妈吗？大哥，不怪晶晶。去跟他解释。你不许跟他解释，我不用解释，谁都不需要。小舅子，你滚开！都是因为你，小舅子。我告诉你啊，这事不管谁对谁错，别跟你姐还咱妈说。还没跟我妈跟我姐说呢，你等着。小舅，小舅，小狗狗。我告诉你，你姐现在怀着孕呢。那可是两条人命，他不能动气。还有你妈的身体你是知道的，那是晶晶他们家的事儿，别把这祸水往咱们家引。晶晶被你害死了。哎呀，小舅子，小兔崽子。哎呀，这个李春生也真是，大哥大扔家里了，打窗户也不回。你说马上就要下雨了，这俩人都跑哪儿去了呢？妈，您让我出去找找吧，万一俩人走岔路了呢？别介了，你挺个大肚子。哎呦，晶晶回来了，晶晶，你是什么打扮啊？哟，这脸怎么肿了？怎么回事啊？谁打的？脸是我打的。李春生，你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事儿他必须挨打。姥姥看看。哎呀，怎么都肿成这样了？李春生，你怎么下得了狠手啊你？你不管为什么，你不能打孩子的脸呢你？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你不打死我，我就跟你没完！我跟你没完！妈，够了！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听他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还说什么说？这伤在这摆着呢。妈。今天这个事情我打了不后悔，换作是你，你也得打他。那你说，孩子犯了什么天大的错？你说，不用他说，我自己说。这是我这段时间自己赚的钱。你自己给姥姥还有小姨说，这钱怎么来的？我唱歌跳舞赚的。我听到姥姥和小姨说，要把孩子生下来之后送人。不是说开公司要用很多钱，这个孩子养不起吗？我小姨因为这件事情就没有开心过，我好几次我都想提醒你，但每次我都被打扰。从小，你就跟我说什么知恩图报，知恩图报。可我除了唱歌跳舞，我也没什么别的能耐，也没什么别的工作能给我这么多钱。我就只是靠我自己才艺赚钱，我没做给白家抹黑的事儿。晶晶，你倒是问清楚情况啊！啊，你让姥姥说你什么好啊？晶晶。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我怎么样才能帮你们？我就想，我要是能赚钱给这个家里面，你们就不会因为钱的事而送走孩子了。当转身时，借似蝴蝶。
谁要不